来看到的是2019东森新人王最终诞生了36位的入围选手，要一起来挺进8月份的3场晋级赛。东森新闻就特别推出东森新人王每日一星特别报道，邀请观众一起来预测未来的明日之星。看看他轻轻松松、怡然自得的受饶舌，仿佛就是他的语言，配上浑厚的嗓音，根本就是天生的饶舌歌手。果然天成的节奏感，四岁就开始学电子琴。而进入2019东森新人王晋级赛，包子妹可是满心期待。在之后的比赛过程中，我会提升自己，突破自己，相信我会给你们带来不一样的自己。而只上过2堂吉他课的包子妹，吉他之路可以说是完全自学，五师四通，且受到东森新人王海选的启发，已经开始编曲，还特别透露自创曲是 rap， 就是要展现饶舌女生的正能量。让我们期待可爱的包子妹在晋级赛的表现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一切辛苦的努力，只为台上完美呈现。东森每周为所有选手加油。